今天是阿姨的生日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然后我还给阿姨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。哇！我想等一会儿偷偷的给她一个惊喜。好。然后杨哥，我们两个现在先快点去给阿姨做一个生日蛋糕。好，走，走，我们一起。傻丫头。我妈今天肯定可开心了。太好了。走了。走。嗯。慢点儿。小雅姐，阿姨，哎哎，听得见吗？对，听得见。你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我快递到了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哦，快递到了。什么快递干嘛？今天阿姨的生日，我给阿姨买了一份礼物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哦，生日礼物可以，那我。你妈买了生日礼物。对，那我现在马上就去给你拿啊。不是，麻烦你了。啊，我跟阿姨说一下，那也怎么了？好。怎么了？我快点回来，我快点。小丫头，你少去坐点，没事，坐了我们吃饭吧，不用管他。那这样不好。没事，来坐。好。我老妈今天可开心了。让你坐，来阿姨，来坐。是啊，来我放在这里，放着太重了，放不下。哎呦，真有心。哎呦，好。好，阿姨，这是我给你做的长寿面。好，对，你好，好，好，我吃，你要吃牛，哎，别吃哈，嗯，来，阿姨多吃点牛，你们开运行了，给我种这么多好吃的，以前我过生的时候都是我女儿给我过，现在我女儿不在了，我看了种这么多好吃的好药，女儿又飞到我身边，真是老天又赐给我一个女儿，阿姨。你不要难过了，虽然现在你女儿不在你身边，我妈妈也不在我身边，你看你这辈子真的太辛苦了，也很不容易。我把你当做我的亲妈妈一样，我会来孝敬你，然后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年生日我都陪你一起过。哎呦，太用心了，你们。这个都过去了，咱不想了哈。今天是您的生日。你也别哭了。今天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嘛。啊。今天咱要开心。咱要开心。对。吃牛吃。你看，你给我爸这些年操了很多的心。好。咱俩吃了很多的苦。吃牛吃。啊。咱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，啊，对，以后我们跟阿妞我们在一块都是一家人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以后我跟阿妞我们两个在一块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俩的。好，我的啊，你俩孝敬，走，好，开心一点，啊。啥呀？好了，许个愿吗？好，阿姨许愿。祝你生日快乐，
祝你生日快乐。妈，哎，这些年你辛苦了，我来给你洗洗脚。你以为我不会洗吗？洗，我才不要你洗吗？这不客气吗？不要客气，我不要给你洗。不用客气，妈。哎，阿牛的一片心意。牛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没事。阿姨，不用不好意思，放在这。对。不用不好意思，妈。哎，你看我们。后尾儿女的给妈洗脚那也是应该的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，也没有什么机会给你们洗脚。今天呢也是你的生日，女儿给你洗脚那是应该的。这些年你辛苦了，妈真的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我妈的一辈子，这一次一辈子都难忘。我把水，对了，阿姨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。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把这个水倒了，给你拿过来。好，太热情了你。阿姨，哎，我说你又给我准备的啥子本机？快点过来。